壮观，我要用 OPPO R15 记录一下。 两队少年根据先前所学进行舞狮表演对决，比赛胜负由在场的观众投上布条，数量决定。红布条带着红队，黄布条带着红队，数量多的一队获胜，获得创意少年称号。现在来到我们的拉票时间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玩会可以叫外面的观众里面拉票3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呢？真厉害啊！ 你们输掉了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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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黄队，我们是小可爱，对，我们是杨枝甘露小可爱，好，你们可以去了，你们出去，我们要说我们的队名，我们是杨枝甘露小可爱。 记得把黄色的毛巾往下扔，一定要把黄色的毛巾往下扔。记得给黄色头发，把黄色的毛巾往下扔。杨紫给你们唱小邋遢听。要不然怎么？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。 他们看魔镜排在我的动作好不好？我说一下啊，就最后那个高桩到高桩之后，是不是后面结尾有大概30秒？我们统一出来，你再就回你前面位置，三炮师追尾两圈，追尾。真的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真的不能追了。 再追他，那么他那边就乱了，能明白？现在他导演说自由发挥，我们排我们这边的，他们排那边的，就你们喜欢坐不坐？可以坐啊，什么时候啊？你就一趴他怎么走过去啊？让他去玩。 拉票了，拉黄的，就说红色表演的时候，大家该去洗手间的。那个，大家记得一会儿表演的时候，红队表演的时候，大家要去洗手间的去洗手间。想吃饭的吃饭，好吧？对，那个把大家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，来看我们黄队的表演。大家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，来看我们黄队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对我们黄队的支持。
我们拉差不多了，大家都应该明白我们的用心了。威龙再说两嘴。一定要是黄队，谢谢大家。感觉我们还没有比就赢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但是我们还是要补得笑鬼像个样子，不然太一看就是太那个了。最后到高庄之后，是不是后面结尾有大概30秒？我们统一出来做一个造型的啊，就他们说不做造型，我们就做我们这组的，可以啊。荧光小狮子先上，我们演完以后，然后你们正式的你们就上，我们就在旁边给你们加油，行不行？一人站一边就对，有点。然后现在由红队先出场，狮王争霸开始。Oh, yeah.
投票时间，在外后面呢，很多在等你们，你们背印自己的颜色回来，他们就会把红的金扔下来，然后我们红的就赢了。对，不是两个都应该扔的啊，就是他们投哪个就扔哪个。对，你们对着背印自己的颜色回来，把黄色的丢下来。谢谢。好，票已经出来了，结果红队你们的票数是78票。不错了，可以了，不错了，可以了，很满意了，很满意了。再说黄队，我们的黄队是70。一，多少？你们说多少？三就太夸张。七十。我们狂队是70。九，哇！狂队胜！那我们的私房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的班班唱一新歌是吧？好啊，好。恭喜杨枝甘露小可爱队获得本期唱一少年，恭喜！那大家都来佛山这学了一天的舞狮，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我们佛山狂飞鸿的一个精神努力拼搏，好吧，团结团结，来三二一，向
唱一曲少年人，让我们少年团，耶、yeah! ！